逐日着做工，认真拍拼，将事大个人活动时受托个角色。然后第七日就亲像上帝同款，按许做圣职，按许来做礼拜，亲像这个是礼拜日。我真感谢伫这个新的按许日礼拜日，我的少年团体会当代替我将俄罗斯英根归伫伊的名。上帝啊，我感谢，伫我伫耶稣基督内面陪伴一个新的家庭。除了我家己父母，也是我甲我的亲人、我的夫妇所建造的家庭以外，耶稣基督的教会、上帝的家，这是另外一个家庭。我伫遮用俄罗斯感谢，然后我用敬虔、虔诚，阮来领受上帝赐予我的话。我今仔日你的话对我讲话，感恩基督，靠做名。阿门。感谢大家。你着保守你的心，也过保守一切，你的一生的功效是对叨发出？是你的心，是对心发出。第二字的圣经着是讲，着尽力保守你的心，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你的心，我甲你讲，真好操办。你的心。会伫因生活做做大大细细个代志，伊会攻击你个心，互你平静个心全直直烦起来。我安尼讲对不对？对。魔鬼若要互你失去你生命意义，魔鬼原来尽力攻击你个心，互你个心出代志。所以要影响你一个人真简单，若敢若要我细汉一个看顾，若咧看顾个人是迄个人。有遐大病，我咧细汉囡仔就甲牵咧走，细汉囡仔牵牛牵咧条，因细汉囡仔迄条线拉着牛的声，拉着牛的声，干那牛遐大只，干那牵着牛的屁，规只牛互你牵咧走。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要收束你，上帝应允你一世人伫伊的面前，领受伊的恩惠满满，亲像诗篇十三篇。一世人踮伫上帝的厝，屋顶的恩典。但是，这个应允你得着无？不一定，因为你这个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宝贝仔仔，你家己的生活有真侪事会攻击你的心。撒旦嘛用真侪代志发生在攻击你，伊都敢若让你的心歪错，让你的心浮起来，你就已经死落去了。迄、那个上帝都已经死落去了。今日，即讲你着，我想即、這个啊，面顶是迄、那个啊，高下本的下骹是现代的本，咱搁即个做一摆啊，咱搁来读一个落去呗，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现在有问题呗，来。所思所想要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第二句是讲，伊是活命。的根源。啊，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很趣味的神话，讲起一个人，伊的名叫做啊，Sisyphus。啊，这个 Sisyphus 真高怪，伊的头脑真好，伊。常常作弄作弄，甲予迄个天顶的神吼，天顶的神明常常无法度通照神明的意思，啊，拢即个妖怪囡仔，他们会当迄个地上吼，他们咧作弄，所以予天顶的神真袂爽快。后来有一日，天顶的神参详了，逐个人做一个计划，啊，即个是一部事，遐妖怪来，咱甲做一个刑罚，什么刑罚？予伊一世人。就爱去杀一粒石头，哎，个石头真重，啊，真机，真歹命。然后一世人伊都爱把这粒石头伫山脚直直甲练，练到伫山顶，啊，迄个山真悬，
叫他都拉落去，然后这些四十五十拿一个滴滴滴山高这个滴滴滴，顶到面顶，还搁拉落来，还搁滴滴滴，滴滴拉落来，滴滴滴，我们一世人都要去从事这个工，因为请问这是好的代志还是歹的代志？歹代志，这是幸福还是咒诅？真大的咒诅，因为你要注意这样代志哈。等你老有当时啊，你发觉你逐日拢咧做即款的啊一项事哦，对透早到暗，拢共咧做同款的代志，然后逐日做到暗时，然后天光搁对天光搁一醒了，搁同款搁对透早搁做到暗，然后你困一醒过来，搁倒到对透早做到暗，我有真侪听真侪负责人，但是做到下夜去。然后我嘛看真侪老人咯，做真侪代志，做啊嘛赤裂裂，你感觉人生真无意思，逐天咧做重复的代志，逐天即个重复的代志做啊足无聊。我跟你讲，当你的心若开始安尼的时，你就亲像即个 Sisyphus， 你已经去予一个恶魔，把你带入一个咒诅、刑罚的境界。当时你的心，你若感觉你咧做一项代志做甲足无意思的时，你逐日怎啊他妈咧干迄个代志？然后你想到你的未来，你所做的任何代志，拢是同款，然后规世人拢是安尼，迄怎啊互你变做陷入一个真大咒诅的内面？所以 Sisyphus 伊就逐天伫咧做一项，真苦痛，真无奈，真大的咒诅，人生行袂出。然后一世人都消耗他自己，因为在咱的人生爱细腻，在咱的人生真细腻，因为在你的生活的中间，在你的生活的中间，真正逐日真侪时阵，你若干啊拢伫咧做同款的事，包括这些学生，你透早爬起来，洗洗了了，书包翻咧，作业做咧，早就倒去学校，啊，规工。下课了后，下课了后，还搁补习。啊，当时你若突然静了，我甲讲，我的人生太安尼，真无聊，真无意义。我甲你讲，另外，这个学生我读册读到变作一个咒诅。不如意的人生，伫打伫你的内面；不如意的生命，打伫你的生活。啊，你要安怎样看这人？你若无好好调整你的心。你的心思意念，你若无好好调整你的念头、甲心态，我想真侪时阵，你真紧真正要这样输，甲你扭落去，扭落伫咒诅的内面，你永远爬不起来。耶稣伫这个家，伫咧讲这世间真有苦难，唔呀？但伫这个苦难的人生的中间，保罗就讲一项：我的苦啊，我的罪人，啥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出世的身躯啊？苦啊，我的罪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啊，这款的感受，就咱敢若死死活活，咱嘛伫咧杀去了无意义的就好。苦啊！我的罪人，谁人会当救我脱离？感谢咱的信仰，伫遮一个尝试咧，对咱讲一句话：伫耶稣基督内面，你有盼望。伫耶稣基督内面，你要找到一个新的心意。伫耶稣基督内面，你要找到一个，这个环境可能无改变，但是一项，伫你要为改变环境以前，你要先改变你的啥？你的心，你的心开始面对这样代志的看法，你有法度通做这样扭转无？你若有，你就会当胜过。你的心，你若有法通做这个扭转，你就会当赢过。基督徒六百万的人，外口伫咧妈祖伫咧出巡，伊常常拢伫咧避灾避难，逃避人生，不要让我遇到这个，不要让我遇到那个。因是刀片，但是我跟你讲，那是鸵鸟的政策。人生只要你爱穿过，你的人生永远有真多不如意的代志。这个是真还是假？
这人才是是真。所以基督徒在这个家，咱无一个求上帝讲，上帝啊，你想使我平安，我平安是因我拢无代志，唔是。基督徒的平安是伫咱拢有代志，但是咱会赢过，赢过，赢过，赢过有一种得胜者的欢呼，有迄个得胜者的骄傲跟荣誉。最好心的人靠这个话规划，大家拢嘛真辛苦。哎，逐摆伫迄个辛苦的日子的中间，会当逐摆拢赢过，赢过，赢过，即个是当代的人生伫个操练的中间，伫个伊的自信，伊肯吃苦，伊后壁的人生会拄到代志，但是伊敢去面对。所以伫耶稣基督内面，伫耶稣基督内面，耶稣已经赢过，得胜，佫较有春。你我咱要来做学生，要来学，要来跟地行这条路，这里是做耶稣基督学生的一个水的所在。所以，若安尼要安怎样破解这个亲像人常常活在这个亲像 Sisyphus， 和天顶的神咒诅的人生日子的中间，你要安怎破？你要破这个地方？因为伫这个只信仰。信用的一个敲车架，咱常常有一句话讲：喜乐的心，安怎？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有法度通培养一个，伫无顺境真侪，你的生活有真侪无顺，但你也搁笑会出来。你也有喜乐，一个人若笑会出来，一个人常常有喜乐，一个人常常拢会讲感谢哦，感谢哦。啊，迄个感谢毋是讲假，是真诶。请问这个人需要去长期找精神科医生无？唔免。是，我甲你讲哦，必要去找医生诶时阵，爱去找医生。因为咱真侪时阵，咱了。咱多爱过一段时间，哎，伫这个家，伫咧，伫这个家伫咧帮助咱啥？信用伫咧帮助咱。有只我讲，耶稣讲一句话，讲伫这世间恁有苦难啦，伫这世间你有代志啦，兄弟姊妹，这是耶稣明明甲咱讲的。你有代志，你的家庭有代志，你的囝、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拢有代志啦。但是这个基督徒，你就是勇于接受他，勇于认清他，然后你讲死啦，我有代志，死啦，伫我人生真侪代志，但要安怎？唔免惊，只有信，唔免惊，耶稣伫咱的脚下边，对不对？哎，当你安尼讲的时候，一件一件基督徒的心被建立，基督徒的心受鼓励，基督徒的心。伫咧想带你开这个苦难，唔免惊，我咧想出你平安，唔免惊，主耶稣基督要甲你同在，唔免惊，上帝将耶稣基督想出咱，当伊诞生的时，天使就甲伊讲，你就甲伊号名做以马内利，因为上帝驾临，伊要甲你同在。伫咱的艰难中的时，你怎有一个大君王徛伫咱的边啊？在我们的不顺遂中间，你有一个大，知道有一个大能力的神，就在你与你同在。那个，当黑暗不怕日真怕人，不敢进入黑暗的时，看到妈妈，看到爸爸出现在眼前，惊的心就清净了。咱来讲咧，讲这项，你的人生也够黑暗，你勇于不要逃避他，不要否定他，不要拒绝他，你当时你固执。但是你无爱，迄个无爱，只要你无爱，你的心永远了搁伫迄个惊吓中间。这样代志呢已经发生了，这样代志呢已经发生了。了有美国的一个牧师，伊上金阁，美国人一部真要紧的祈祷。这个牧师，伊是21世纪的危机影响美国真大，伊。上帝个人一个真要紧的祈祷工作，求你赐予我平静的心，
接受，遐我袂当改变。主啊，恳求你赐予我勇气，去改变遐会当改变。主啊，恳求你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项。就是我有智慧去分辨，什么是袂当改变的。那袂当改变，我就只有平静接受。那会当改变的，求你赐予我勇气改变。主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主啊，求你赐给我勇气，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去分辨这两样。因为咱常常拢爱去把这个物件瞧好。基督徒真侪时阵，咱的困扰在伫明明都已经袂当改变的，你也搁直直咧想，要安怎改变？然后，迄个努力、迄个打滚都是多余的。基督徒的无奈在你真侪时阵，明明恁都三五个人结斗阵，同心合意，真多环境的改变，啊，恁才各自拢怎样啊？哀怨、承受迄个不应该的存在的折磨，因为恁无同心、无三听、无五迄个所差的标，有信用滴滴滴咧贴亲啊，你要安怎有智慧去处理这种项？啊！你的力去以未改变的思维打打滚，你也亲像迄个西西弗斯。你无把你的力提出来用，因为上帝在你的内面，伊要帮助你，只要你有够的信心，你会结出30杯、60杯、100杯，伊敢若把一个信心的种子刻在你的心灵内面，你若发挥，伊会产生一种的效力。因为咱拄则伫咧祈祷讲，祈求上帝帮助，哦，即个牧羊的活动，入来到伫彰化的时，莫唔通放炮啊！放到遮尔厉害，你知？昨暝放到几点无？12点也咧放，12点半也咧放，1点也咧放，1点半也咧放，2点也咧放。我来讲一项，上敢有法通改变这个事实无？我再问一摆，上敢有法通基督徒人法通改变这个事实无？咱有法通改变这个事实无？这个是会当改变的，还是袂当改变的？这是会当改变的，还是袂当改变的？会啦袂？你敢若做一项代志就好。大摆你若听到这个电话超过10点以后，你听到，你就甲警察局打电话，甲医院局打电话，你拢打这个电话。大人咧开始来做这样代志，好无？好。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过来做这样代志，好无？大人咧出来电话拍，用你的手机拍，用大人拢拍。将我改变了未？将我因为你来改变。因为有真侪代志，基督徒咱拢诚做一个消极，真侪人啊，这个社会啊，这政治基督徒蛮插政治 ，no， 你无插政治伫咧算你，对不对？咱个大家拢站起来，副市长，我甲你讲，副市长做市长的人也退出，咱要讲政治人物。伊袂当甲这个结交，这后壁拢有一挂问题伫遐，所以留意下你姊妹，咱是基督徒是有一个上帝国，基督徒有一个盼望，耶稣来带咱。其实做基督徒，你毋通想讲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字是你是对耶稣咧行路的人，基督徒你是对耶稣伫咧行一条路的人。耶稣带一群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环境，耶稣这个名，伊带一群人，在改造社会。耶稣带一群人，
伫咧创造新生命意义甲价值。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甲独裁的国家领导者真惊基督徒？因为咱共同这个帮，所传甲因要做嘅代志传脱钩，然后咱咧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十点过了，是咧，警察先生，恁已经公布报纸嘛，报到遐大。十点过了，请恁派人，请恁甲我讲伫倒位。迄暗时发起来了后，伫厝内唔知伊伫倒位，但是迄是恁警察的责任。警察先生，消防处队的人，这是恁的编制。中华敢若几间大金庙尔？恁报纸嘛讲到真大，时间到，恁的派人伫遐收证，事后开罚单。恁若积极真正安尼进行，才会声得无去。了，只要咱所有基督徒，大家拢来。请问安尼警察人员甲消防组的人，我直直甲伊讲，恁都要往上晨报。到十二点咯，到点半咯，一寡婴仔伫厝内，婴仔困袂去，一寡人真正保持拢静静，落来挂面尿，再会当困的人，真的是放到规半暝，这个人要安怎困？有个人小朋友明仔载要考试，要安怎困？拜托，庙事要帮咱整个城市安定有平安，唔通造成平安的城市无平安。我咧讲对不对？因为咱大家人拢发声，这個、变作对政治进步、对庙事的一个压力。伊都多爱三甲，疼咱的厝边，亲像疼咱家己，咱来替咱的厝边营造一个生活圈。因为主耶稣讲，这世间恁有苦难，但是恁唔免烦恼，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世间。耶稣有伊的十字架，伊赢过迄个十字架的苦难。耶稣佫应允讲，恁若跟我，恁嘛要赢过这世间。因为我要甲你同在，你有平安。所以，迄、那个心理的调整真要紧，心理的调整真要紧。在圣经内面常常应允，特别在腓立四章四节到七节，就保罗安尼讲：要常靠主常常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为。因为上帝所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迄、那个意外的平安，那你讲到意外，常常拢是意外遇到来歹代志。你这个正是咧讲意外的平安，我伫你有代志的时，伊才出现平安出现意外的平安，连你想都想袂到。但出现这个时，天才出现；出现这个时，上帝安慰到位，意外的平安。搁要伫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什么啊？心怀意念，这拢是心。所以伫这拢有代志的环境的中间，你的心若得到保守，你就安定；你的心若无得到保守，就负担起来。啊，亲像这个，亲像这个，西西弗斯。伊甲迄个石头，咱嘛来算哦，甲迄个石头，啊，咱要挖啊，对，透早到暗时，咱嘛在塞塞到面顶面落来，塞到面顶面落来，你正月塞到正月底到一月塞到十二月底，几年通天咧塞，会既然的人生无法通脱离哦，啊无法通转去因厝里看伊无囝，即、這个死是无是到尾啊！真郁卒郁卒啊！反正也无人会当来救伊啊。所以伊所传到这个石头吼，说玩出感情来了。传他妈的，传开始几年后，伊传到这个石头，传开始算起来，伊感觉这个石头真多谢这个石头，因为孤等他妈的认定啊到尾啊，伊的心不传安怎，又变了。
这个石头原本起起高高，害恁几啊年，恁啊到尾那石头山硬滚滚，哎，不高水哦。啊，山大地山干嘛生遐石头？好，伊即马咧是恁遐石头，伊阁会排出势，因为感觉伊倒位的滚滚，伊倒位的马索也阁无够用，伊就用无同款的姿势，干嘛咧生遐石头，恁遐石头？啊，这原本天顶的神是用遐石头要来显化，啊，显化到尾哦，这个Sisyphus开始伊的心意改变，伊的心态改变，伊全改了石头全算起来。啊，逐天逐天的石头，咱生得真快乐的时候，天顶的神明说，嫉妒起来，我原本这石头是要甲你显化，要甲你当作咒诅，弄啊到尾才换你才要生得快乐吧，说比阮伫天顶较快乐。袂使，袂当你看你皮肤较快啦，解除解除，怎帮你处理？各位，这就是信仰，基督的信仰在上帝内面，伊要帮助你，互你接受你无法通改变的环境了后，然后你该开始伫你迄个袂当改变的环境内面来寻求另外一种新的眼光在咧看这样代志，所以你的焦虑感就无起，你的不平静、迄个埋怨就无起，你开始在咧想圣经内面对我应允，迄、那个应允讲凡事道道来，凡事是不管好歹事的发生，道道来，没有什么人得着你，没有下人得着你，听主的人得着你。现在过来，你敢来想，我是不是那个听主的人？我是不是那个听上帝的人？我是不是有驾着我在听我身边的人，来表达我对上帝的听？我是不是那一位真的深信、依靠、相信上帝的人？那是，你就开始转化你的念头，然后你相信，凡事你拢在对你有利的。进入诗篇的作者，我受苦时，你做我的帮助。哎呀，规个念头若改变，你就乐在其中。这个心态改变，就帮助你得胜。咱们今阵人得好好地做得胜者。其实，爱对你的生活做这个超越。然后我有想到一个爱迪生，爱迪生是伫 Princeton， 伊个住家伫 Princeton 个边啊 ，Princeton 大学个边啊。啊，你知影讲咱这个一公顶啦，咱这个电话啦，咱这个收音机啦，即个，反正爱迪生伫咱个生活现在生活中，还有太侪太侪是爱迪生个发明。还发明足多代志成功，但是每真多代志，伫发明成功以前，伊一项事有可能失败几千摆。所以有一个研究室，伊个研究室内面有足多成品、半成品、未成品，就有一寡在开始呢。有太多伊个想法，有一日伊出外，倒转来发觉讲，伊个研究室。大火烧着，哇！真侪拍水的人都来啊，他妈直直灌水啊，直直拍水啊。因为爱迪生已经遐出名，所以真侪人都对各所在都围来，他妈直直看，哇！哪下啊，爱迪生伊个研究室大火烧着，要安怎？哪位人哪多？哪位人哪多？无怕说爱迪生话伫迄个人群的内面徛，他妈来看。哎，佫看见一个老人啊，徛伫遐，了解伊讲面啊，哎，进来。你叫你妈妈来，叫金玉灯，叫你妈妈来看这个世纪难得的一把火。你等着，您叫你妈妈来看这个世纪难得的一把火，因为他把我所有的错误统统删掉了。注意，讲的这部分，因为他把我所有的错误统统删掉了。等伊的目睭呐，开始讲这。这个会
是把我所有的错误通通烧掉。你想伊的心是啥物？另外，伊的目睭若去客栈讲，这一把火竟然把我所有的苦心，把我所有的成品，通通把我的成品给烧掉了。伊的脚骨准，伊的脚骨真艰苦，伊的两脚两手。我跟你讲对不对？边仔一把火，边仔一根玉线，他拢烧掉。现在过来才是伊的心意，伊的念头，伊的心态，用什么目睭在咧看问题？由于现在遐个真话，信用是咧帮助咱摕到一个新的该做代志的事实。你讲。以前的你甲现在的你，现在的你甲未来的你会有改变啊无？在你，你有伫信仰内面学着积极思想无？你的故事大人，以前可能过得足哀怨、足唔愿，你若摕着一个思想，你会定心欢欢喜喜。我要甲你讲，牧师，你若恁爱对我好。我对阮国话真正无开心，想讲教会甲咱天父同款，疼我疼到人命，为着要等下陪老爸老爸年老，我所有拢放弃。我予我家己的囝三个囝陷落伫无助的中间，我甲伊我恳求伊赦免我，我讲即句阿公比恁较需要我，请恁原谅我，我所有放了所有一切，我等下陪老爸。二四点钟过伊，放西放尿，我跪伫遐，甲伊洗。时间到，过了，我人就出来无。但是真侪，我有看到真侪现代人，伊甲伊的时代人交外劳，外劳了后交去病院，怎互病院照顾？然后伊真困难，逐日去病院看。伊的孙。佫较无机会去看伊阿公阿妈，甲阿公阿妈相处到面，全隔离去。注意，你若去想着一个，你也想着讲，当你若无互你的孙、互你的囝去甲伊阿公阿妈融通，有时恁囝佫较袂晓来甲你年老的你、衰老的你过那一种衰老的生活，佫较免期待。伊会带伊的囝来甲未来年老的你。过伊个衰老的生活，因为你的囝在国家训练，伊唔知道，伊唔知影，伊感觉我阿公阿妈教我老公都爸爸妈妈安尼啊，阿伯阿叔安尼啊，爸都，然后都孙阿伯退归去，啊遐了了去边，孙阿伯搁较遥远，就干那孙转来参加个别礼拜，连个别的礼拜孙阿都无想到，因为大家人吃无用。因为你敢知影去摕一个事实，迄个事实定心的看代志，迄个叫做信仰事实。耶稣伫即个只伫个帮咱人起做一个上帝国，迄个上帝国伫倒位？即阵好，我要来去倒位找上帝，我来去倒位。我甲你讲，耶稣唔免。耶稣对于传福音的第一时间点到伊定义是伫决定伊讲的拢是上帝国。然后迄个上帝国人咧问讲：上帝国当时恁到？耶稣甲伊讲：上帝国在哪里？来，遐耶稣的话，咱来读一遍来。这个路加十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一遍来。耶稣说：“上帝国在你们的心里，在你们当中。”耶稣讲：“上帝国，人咧问讲，耶稣啊，上帝国当时领导，你一日干几资料拢咧讲上帝国？上帝国伫倒位？上帝国当时领导？”耶稣讲：“上帝国伫恁的心内。”所以，迄一个讲着心里，你的心即句是乎上帝国，念你。通知引带你的心，就活在上帝国永远的内面，
还是你的心即部伫伫你的意念的超凡的内面，你的心是你的意念，你的意念，然后你外界的一寡物件影响你的心。唔，那你的意念伫咧动摇你的心，将你的心规个拢平安变作无平安去。连撒旦真正这样外口伫要来攻击你的心，就你的心若浮起了，撒旦就知影你这个已经失效去了，几多多。你问耶稣，上帝的国在哪里？上帝的国何时来到？耶稣，上帝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国就在你的心里，现在就在你的心里。但是现在真的在你的心里吗？那是一个问题。所以上帝国已经来到 ，has come， 上帝国也未完成，哪天？上帝国已经来了，即摆问题是唔知来到你的心啊无？这个话你就有点对上帝平安应允。但真侪时阵，咱日子嘛也过会超前，所以也未完全完成，所以尚未完成，已经来临，但是尚未完成 ，has come， not yet completed， 因为。你来看这段圣经，我讲呢，也都要去加一个挂符。上帝国在恁的心，来去挂符，在恁的中间，在恁中间。什么是在恁中间？当咱有两三个人，当咱一群人，大家人用听少，三包容，用听三对待，用有拄着代志的时，大家人三体祈祷。大家人三安慰，大家人三鼓励，都在迄个祈祷、鼓励、安慰的气氛内面，上帝都已经伫遐啦。你们讲阿门无？这就是啦。所以上帝都伫个人的心，上帝都嘛伫团体活动的中间。唔忙，咱的中国教会，当有真侪人，伫遮讲上帝都伫咱遮。国外主对伊个学生所讲个英文讲，愿恁安怎平安？愿恁平安，迄个是外在无代志个平安，还是心灵个平安？心灵平安。无论你拄着啥物代志，你个心内拢真笃定。无法当改变，你就好好去处理。你个人有能力，你个人有能力，你会当点点嘛处理。你的能力无够，你就爱同牧师、甲你的小组的长老、大人拍电话。我拄到这个代志，请替我祈祷。来，我即马有这个欠过，请唔知有啥物人会当来帮助我。咱教会对伫即款的生活内面，三呼求、三呼应，然后一起走向迄个未来的祝福，同心来祈祷。有一件难的经文。你的心平安无？愿各位主对你讲，愿你真正有平安。在这世间，你有苦难，但是免烦恼，心平安。主已经赢过这世间的苦难。在信的人嘛，凡事拢会；在信的人，上帝要赏赐伊在身边两三个天使。这些天使的替你祈祷，这些天使陪伴你、安慰你，这些天使要真侪你的快乐甲盼望，教会要真侪你代祷的家庭，教会的人要陪伴你三件，主，我感谢，在你的内面真正有平安，在你的内面，我虽然惊吓不安、软弱软弱，但是伫全能上帝你的保守甲同在里面，我真正讲哈利路亚。我是一个地球的人，我是一个在神的内面，甲上帝结连做一对的人。我要亲像耶稣基督讲，要将我的葡萄枝插伫葡萄树，连接伫葡萄树，连接伫主上帝的关联。迄个上帝专灵上帝，伊甲甲阮陪伴阮到一世人，这个应允就是世人的应允。愿你有平安。带着平安甲喜乐离开阴福，
进入伫你所受交代的一场，伫啊怎样上帝的爱，祈祷感谢，多谢耶稣的名。